方允，方允，你做咩晕咗嘅？建生，建生黏住我啊！我头先唞唔到气，佢想攞我命啊！但系你而家着紧自己衫嘅喎，件嫁衣一直都喺公仔度啊！可能噶，可能噶。你系咪发梦咋？唔系咧，你睇下，你睇我条颈，系真噶，件衫真系有问题噶。OK， 你唔好惊先，我过去望下好唔好？小心啊！件衫点啊？有尘啊！唔使惊，你之前咪讲过你有哮喘同皮肤敏感嘅，可能件嫁衣太大尘，你唔觉意嗨到，所以先搞条颈红晒，同埋唞唔到气咯。唔系咧，件衫真系有问题噶，你唔系话系一个女师傅嘅遗作嚟嘅咩？可能佢真系不祥之物嚟噶，但我喺度咁耐，对住佢咁多年，一直都相安无事噶喎，佢点会净系害你一个啊？使唔使我陪你睇医生检查下？唔使啦，我冇事。话时话，都系我唔好，呢排懒咗，一路都唔得闲打理你，你唔会怪我。个客迟到，我唔翻嚟铺头啦，直接喺餐厅等啦。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，快啲揿埋下边嘅钟仔 subscribe 啦！